山东嘉钢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，股票代码836303，成立于2005年，14年来一直专注于钢材全领域供应链的建设，是国际精品耐磨板、高强板供应链综合服务商，只做钢厂正品，质量保证，服务到位，售后无忧。嘉钢股份致力于推动国际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，坚持向国内外重型车辆制造、工程机械、农用机械、矿山机械、煤矿机械等行业客户提供选材、加工、配送一站式服务，板材及加工件远销澳大利亚、南非、俄罗斯、东南亚、北美等地，产品质量及服务获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。